这里可真是一团糟。 教会已经下了通缉令，我猜你不会束手就擒，出手吧。你不是他的对手，把身体给我，我来杀。不必了，这个人不能死，你杀不掉。 非人，这个死更适合你吧。我想给你一个机会，先打赢我吧。 下次见面，我有事要问。他会亲自过来，肯定是这里有什么。你只需要记得我们为何而来。他说查出来了，你们是什么？ 你看我像是一条巨龙，但我的实体并不是巨龙。不，
你怎么看都不像巨龙。这是重点吗？我可以是这个鹿的雕像，也可以是其他的任何东西。例如苍蝇。你还是小心脚下吧。果然费鲁因不止派了他来。他们杀我们。这里也出现了。你确定还能跟他们交流吗？但他们已经听不懂我说什么。帮我一把，帮！剑坏了啊！就是现在！走！开火！气息消失了，你的时间也不多了。哼，一网不散。暂时安全了，你继续回答我。我也记不起很多，但是我和你不同。什么？我的思想不是线，而是实体。实体就像这个雕像。所以你才能变成任何东西。快走吧，我感觉到那个东西就在附近。实体，我们就快到了。
气不小。你到哪儿都这么不受欢迎吗？如果旁边飘来飘去的是这家伙，这一路会轻松得多。那要看这家伙是不是愿意。哼，你问问看。现在的他听不懂，但我问完了。我什么都没听到。我们不是用嘴讲的，认真拿。
错。放心，你死不了。接下来到我的时间了。你这么说很不礼貌。礼貌？我才用不着这种东西。喂，你刚才瞎了对吧？是我导致了他们的死。我相信和坚持的一切是不是都错了？地狱之敬畏必先探寻，睁开眼睛，世界是明。疯了，他怎么可能是神？这不是你的错，也不是任何人的错，大家都是为了保护别人而做出这样的选择。